但是我的闪光灯，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，打出这足够的光线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布景本身。哦，对，还有一点漏讲，就是闪光灯呢，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拍照的时候是在灯箱上可以直接调的，比如说现在是 5.2， 就是它不同的，它当然数值像类似水泥板。那我们这个主题呢，就是拍一些就是鲜花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拍一些淡淡的花材。那。